Hello. If you,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think our government has finally backed down, be losing. The motive behind our government sharing session. We're very grateful to have Ms. Susuko Hinano with us today. If you're ready, please.一連の流れ。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同港人同行的經歷。6月13日渋谷で行われた集会に参加する。6月13日第一次在涉谷参加集会。6月の14日新幹線に乗って名古屋まで集会に参加しに行く。6月14日乘搭新幹線前往名古屋参加集会。その時誰かが私のスピーチを撮影してくれたのでツイッターにアップしてみる。当時我在集会的发言有人拍下影片上載到 Twitter。 優しい香港人が翻訳してくれる。然后有好心的香港人帮手翻译了当时的发言的内容，并在香港的网络上广泛流传。6月の16日その時の動画が立場新聞に報じられる。6月16日名古屋的发言片段于立场新闻刊出。2000人の香港人の方からお礼のメッセージが届く。有近2000名的香港市民留下了感謝的話語。6月の20日17時ここで撤回しなかったら覚悟を決めようと決意。結果撤回されず警察庁にデモの初申請をする。在当日5点是香港政府是我们提出的撤回期限。如果当日没有撤回条例的话，他就決定向日本警方提出第一次的抗議示威申請。當日是他第一次申請主辦示威。6月の29日 G20 習近平主席来日に合わせて東京で抗議デモをやる。人生初のデモ主催。6月29日在 G20 習近平訪日的前夕在東京舉辦了他第一次主辦的示威遊行。8月の8日アップルデイリーの一面を飾る。8月8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了平野玲姐小姐的全頁專訪。8月の27日ジャパンタイムズに載る。8月27日ジャパンタイムズ刊登了有關他的報導。8月の31日 Stand with Hong Kong 日本代表。8月31日 Stand with Hong Kong 全球運動入面擔任日本的代表。日本人の声、日本人的声音。香港の自由を守りたい。しかし自分には何ができ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という人が多い。好多人都話想保護香港的自由，但係唔清楚自己可以為香港做到啲咩，或者係點樣實質上援助香港。在港日本人の逮捕について。對於在港日本人被逮捕一事。デモに参加したわけでもないのに無差別に捕まり。領事館への連絡も断られたことに絶句した。根据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证供，831恐袭被逮捕的日本人并没有提供他参加过游行的明显证供，却被警方无理对待，甚至拒绝联络领事馆。对此我感到无奈及愤怒。意思を示す。我的信念。私は今後何があろうと香港と共にいます。最後まで一緒です。5つの要求が通るまで私も最後まで戦います。私は香港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同じ時代を生きています。そして私たちは自由を愛している。理由はそれだけで十分です。無論今後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同香港人戰鬥到最後一刻。直到五大訴求得到回應之前，我是絕不退縮。我雖然不是香港人，但是作為生於同一個世代，同樣為自由而戰，這個就是我和香港人站在同一戰線的理由。今後について。有關今後的行動。心から愛する在日香港人の仲間と共に Stand with Hong Kong をやり続ける。香港をサポートすることを世界に訴える。日本人に香港の現状を伝えるためにずっと活動し続けます。今後將會同各位親愛的在日香港人一起繼續去舉辦 Stand with Hong Kong 這個全球支援香港的運動，
將我哋日本支持反修例、支持香港嘅聲音繼續傳達開去，亦都會令到更加多嘅日本人了解香港嘅情況，而一直繼續努力。香港人に伝えたいこと。寄予香港人。いつも素敵なメッセージ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のことを仲間と呼んで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日本人だからといってのけものにしないでほしい。私たちは同じ時代を生きている。共に自由のために同じリスクで戦いたい。出会えたこと、そして同じ時代を生きていることに心から感謝します。永遠に愛しています。感謝你们一直的支持，也都多谢你们称呼我为战友。我不希望因为我是日本人的身份在今次运动里面被排除在外。我们生于同一世代，同样是为了背负自由而战的战友。我因为可以和你们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和相遇而感到自豪。我会永远爱着你们香港的战友。好，多谢我们的嘉宾的发言。咁嚟紧就是我们问答环节，同样照以往都是。哦、，sorry， 唔好意思，而家系英文嘅sum up，唔好意思啊，又英文嘅sum up。想问翻咧，就系今次政府话撤回，咁你哋就唔接受，就要求翻五大诉求啦。咁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升级行动啦？同埋会唔会话再设一个死线俾政府咧？系，首先多谢你嘅提问啦。咁首先回应第一个问题就系、会唔会有任何升级行动？咁首先就系好重要，就系呢啲决定咧系一班手足一齐决定嘅。咁但系林郑就好明显啦，就正如啱啱所提到，佢咧系假借出一个善意啦，然后扮回应咗啦，然后就企图去欺骗我哋嘅广罗大众。但系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咩都冇回应嘅，而亦都好清楚见到民间嘅诉求就系讲紧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咁所以。所以今天、市民也同樣是強硬的態度去堅守我們的訴求，所以接下來的行動將會是由其他人一起去決定究竟會有什麼的行動。是，請問有沒有Now TV 想問回、平野小姐，其實知不知道本身使唔使用英文問噶？我會即係本身會唔會熟悉嗰、那個喺、香港被人拉嗰個日本人啦？暫時知唔知佢嘅情況係點啦？咁同埋另外兩位頭先都有講過話擔心，其實係林鄭呃人，或者有大手捕啦。其實會唔會都擔心咗日後被捕嘅風險會大咗啊？即係第二會繼續堅持落去咁唔該。試下先，試下你多個狀況について知ってますか？という是本語で。逮捕された、日本人の方について、知り合いではないです、情報としては釈放されたという情報しか私は知りません。佢係唔識得嗰位被逮捕咗嘅先生，佢都係通過新聞嚟知道佢依家係保釋咗嘅個情況係。好，咁我都回應翻啱啱 Now TV 嘅提問啦，話擔唔擔心嚟緊嘅被捕風險大咗？我相信每一個人犧牲自己嘅人身安全，尤其是面對而家警權嘅過大啦、濫捕啦。濫捕啦等等嘅行為啦，甚至係831嘅恐怖襲擊啦，我相信每一個市民咧都好擔心自己嘅人身安全嘅，而被捕嘅風險咧亦都絕對有提高嘅。咁我哋係絕對擔心，但係同時我都要提醒各位就係、記住係不被捕啦，不流血啦，我哋唔希望再有任何嘅人命傷亡出現。係，多謝。你好，蘋果日報，都想問翻平野玲子小姐咧，有冇話佢而家喺香港係咪都有參與一啲示威嘅活動？有冇即係除咗嗰位日本人被捕之外，有冇見過一啲警察濫捕嘅情況咁樣？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哋都喺美國國會即係討論呢、這個關係法之前，可能會係咪會再有一啲活動？同埋有冇啲咩想寄語翻？即係可能即係香港嘅商界啊等等，其實即係呢個國會法對佢哋其實潛在住有啲咩嘅影響，有冇啲警告俾佢哋？好，唔該曬。好。OK。三日前啊，プリンセードは。三日。OK。OK。
月の3日にプリンスエドワードステーションの現場に行きました。で、9時から12時ぐらいまでそちらの現場にいて、初めてその香港の現状を知り、もっと何かできることが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警察が、逮捕したところは見ていないんですが、後日動画で、意識が不明の抗議者をに対して意識がないのに揺さぶるような、動画を見てすごいショックを受けました。はい、在9月3日的时候，平野玲子小姐是去了太子的现场的，她就由9点是留到12点的。那当时 我们就去了那个现场那里，那就有落到站那里，因为当时已经有一班记者围住了，那她就没有目击到那个情况，但是事后在 Twitter、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那个原来就是颈椎被人搞到那个21岁的青年。他覺得非常憤慨，他覺得可不可以之後為香港再做更多的事，再參加多更多的現場，去更多的現場去幫香港人，他真的傳達這個現場是怎樣給日本人知道。是你好，回應，繼續回應剛剛《蘋果日報》的各位小姐的提問，就是這個美國的民主人權法案咧，即將會喺美國國會復會之後開始被討論，而且而家暫時聽到嘅流傳嘅版本咧，都係通過機會十分之大嘅。而我哋民間記者會亦都留意到咧，喺之後呢一個星期日咧，會有一個去美國領事館嘅一個集會啦，或者一個遊行咧，係希望可以引發到國際嘅關注，並且可以用一個民間外交嘅方式，直接同美國嘅議員去告訴他們，香港人需要他們的支持，而且在這個民主路上，我們的決心是不會被磨滅。而再回應就是商界這個問題，坊間有個傳言，商人無祖國，他們只會追著利益而跑來跑去，但我也希望呼籲在香港營商的，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請你留意你們長足發展可不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這個問題。若然不能夠真心支持香港人的話，將會有一個在經濟上可能是會有後果的。而同時我也希望在這裡呼籲外國政府，無論是美國遲些的美國人權法案，無論是現在德國的總理默克爾去會面中方領導人，會提出一些新的關注或者訴求，我們希望外國的領導人都可以踏出這一步，在這個國際的 community 裡面去捍衛民主人權這些基本價值。多謝各位。Thanks, Richard from RTHK. You question the sincerity of Carrie Lam in action. 銀心啦，咁就係喺呢一個嘅馬來西亞受到呢一個反送中嘅事受到威脅啦。咁而平野小姐咧，如果呢一排嘅話，有冇話受到一啲其他嘅勢力去威脅到你嘅安全？另外一個問題咧，咁就係關於太子站嘅。咁太子站咧，其實咧今朝早咧港鐵咧亦都係講咗啦。咁就係唔會去鏟呢個 CCTV 嘅。咁如果係民間記者會方面啦，咁就係會有啲咩嘅反應咁樣咧？唔該你。五毛からの攻撃は毎日のように起こっております。殺人予告とかもたまに来たりします。佢每日都收到五毛嘅信息，咁當然係亦都包括咗一啲有關殺人預告，想要殺咗佢嘅一啲咁嘅信息啦。好，二つ目は自殺者とか自害者と飛び降り自殺と体積で。警察 SDS によって暴行によって殺された方も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についてどう思われますか？自殺についてなんですが、私も
そういう感情になった、そうし、まあ、自殺したいと思ったような経験もありますが、今はまあ、頑張って、まあ、復活していますし、やっぱり大事なのはハグ、スキンシップとかハグ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が大事だと思うので、まあまあ、ハグとスキンシップを心がけてほし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と思います。首先係即係冇理解錯係有關自殺嗰個問題先啦。咁首先自殺呢樣嘢咧，佢就話佢自己曾經都係陷入過呢個情況入邊嘅。咁喺呢個情況嘅時候，佢就覺得即係同他人嘅温暖嘅接觸，即係例如係俾一個擁抱佢，即係俾一啲温暖佢，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方法嚟嘅。係咁，プリンセスとはどのについて、友達とは昨日言った。友達。プリンスエドワードステーションの、弔いの場所はまあ、ずっと昨日行ったんですが、そうです、まあ、二度とまたこうした事件が起こらないように自分ができること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まあ、そう強く誓ってきました。他昨日就去了太子那個悼念的地方，佢希望之後唔會再發生咁樣嘅事，希望唔會再有類似嘅事件發生。係。好，咁回應翻啱啱提到話，太子站恐襲嘅事啦，咁就話地鐵站而家願意交出 CCTV。咁以民間記者會嘅消息咧，就指出應該係因為無意義用法律嘅程序啦，咁就去逼翻地鐵站去交出佢嘅 CCTV 嘅。咁但係一日未公開究竟個真相係點咧，我相信香港人都唔會咁容易罷休，因為喺片段中其實好清楚咁見到咧，香港警察咧係用好濫用暴力咁去對待一啲市民啦。搭緊地站嘅市民啦，即使係冇攻擊性啦，冇任何武器咧，佢哋都依然係無差別攻擊嘅。咁而最後咧，亦都唔俾救護人員進站啦，亦都唔俾任何記者採訪啦。咁亦都封站咗兩日啦，所以其實香港人根本就唔知道究竟嗰日嗰晚發生咗啲咩事。咁我相信，如果地鐵站要地鐵要埋沒良心，佢唔俾香港人追求真相咧，我相信有良心嘅香港人咧都唔會就咁罷休，都會有方法應對嘅。而佢之前亦都前言不對後語啦，又話 CCTV 壞咗啦。咁所以其實真係一日未公開咧，一日都唔知道嗰日究竟係點。咁然後回應完呢個問題之後咧，我都想講一講有關自殺嘅問題。就是我想民間記者會在這裡就想跟各位手足說，我們懇求你不要放棄你自己，你可以覺得累，無論你在什麼崗位都好，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但我求求你們不要放棄你自己。如果你覺得累，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無論你覺得怎樣都好，我希望你可以十點出去喊口號也好，你上去連登看個 post 也好，我相信你出去喊一喊呢，我相信外面會有200萬人呢都會一起回應你的。但是呢，我很想說的就是我們為緊這個香港，為緊這個家爭取一個更好的民主自由的價值，但是這個家呢，如果沒了家人呢，我們會一定要有遺憾，一定不像一個家。所以我懇求大家不要放棄你自己。如果當你有這樣的想法，你找身邊的人，甚至你來找民間記者會都可以，但我求求你們不要放棄你自己。是。Regarding the question that about committed suicide, I would like to add a few point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咧就係最近即係浸會大學嘅學生會副會長梁兆玉咧喺入境澳洲嘅時候咧就即係俾澳洲嘅邊防警察係扣留啦，咁亦都係查看佢嘅手機啦，同埋佢嘅社交帳戶咁樣樣。咁阿梁兆玉接受即係澳洲廣播公司訪問嘅時候就話咧佢俾呢個邊防警察扣留嘅時候咧，他就聲稱就話香港有暴動，同埋問佢咧嚟澳洲嘅目的，咁樣同埋都
即係有即係問佢行李有冇收藏武器啊之類。咁其實呢一個嘅即係遭遇咧，其實咪都睇到其實即係而家香港嘅抗爭者去爭取呢個國際嘅支持嘅時候咧，其實都即係喺北京的壓力啊，或者是即係其他外國政府點樣睇，即係而家香港嘅抗爭嘅時候，都即係未必是一面倒去支持香港嘅抗爭者，都受到很多嘅可能啲威脅啦。咪所以都睇到有啲喺外國嘅而家即係爭取即係支持反送中嘅，都即係有啲嘅中國嘅海外移民，亦都喺即係嗰度有啲嘅即係反制嘅措施咁樣樣。咁其實喺呢個爭取國際支持嘅時候，而家即係抗爭者點睇而家即係有啲嘅反作用力喺度啊咁樣樣嚇。多謝你的問題啦。爭取支持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簡單至你去隔離屋借支豉油，對方都可能會有顧忌或者困惑，更何況嘅係我哋去咗人哋嘅國家，去問佢哋嘅管治階層或者佢哋嘅公民去獲取協助嘅時候，猜忌係一定會存在嘅。但係我哋亦都會用我哋嘅善意，用香港人珍重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嘗試去逾越這些東西。而當然浸會大學那位同學，他只是被detain， 他只是被扣留的時候，這個不是一種打壓，因為澳洲是一個有法治、有民主、有人權的地方， check and balance 制度制衡是可以保障到他的公民權利或者旅客的權利不受侵犯，所以這個不是一種惡意的打壓。當然澳洲甚至是其他很多的國家一定會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這個是必然的。因為自由世界最大的弱點就是有極權國家濫用人家的自由去做一些抹殺自由的事，這個正正是北京政府現在做的事。當然現在正如剛剛所說，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而我們也會見到國際上對我們有大量的支持，無論是對北京政府施壓，無論是真的來支持香港人，包括今天在座的玲子小姐，已經是一種切切實實的支持。我十分感謝國際社會對我們的關注。我也想補充一下啦。咁我哋對於國際嘅支持咧係感到樂觀，但我哋期望會有更多嘅幫助啦。無論你可以提供到啲咩幫助，我哋都非常之歡迎嘅，因為方法咧可以有好多種。咁同時，尤其是係嚟緊嘅美國人權法案啦，咁我哋係十分之希望可以通過嘅。咁而亦都補充一下，就係嚟緊星期日嘅集會啦，民間記者會咧係唔係大台啦？我哋冇權去叫任何人做任何嘢啦。但是我們都鼓勵每一個香港人可以為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價值，為我們的五大訴求踏出一步啦。所以如果正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所以如果你認為你的方法是可以爭取到的，可以走出到一步的，那你即管去做。多謝。我還想補充到一個論點，就是說剛剛我們講的是國際的支持，但是在這幾個月我們也見到幾樣事例，我想特別在這裡提出，就是中國大陸公民同埋澳門人對於香港嘅支持。澳門人喺23條已經立法嘅時候，仍然行出去議事堂前地靜默支持香港人。呢樣嘢香港人絕對想像唔到，呢個勇氣係幾咁無以復加。更加唔需要提及嘅就係中國大陸有啲公民，佢亦都用佢哋一啲方法，譬如有啲人士係嚟咗香港 see for themselves。去看在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用一個受過教育的心的腦袋，用一個清澈的心靈去看這個地方。我們十分之感謝這兩班人對香港的默默支持，而希望民主自由亦都將會眷顧他們。還有問題？ Any more questions? Okay.